我们到 Marina Bay 了，快速画好障碍啊，然后现在在等这时间到。哇 ，Q！ 哎，来 ，Q！ 啊，我觉得很喜欢。我只喝到奶，真的很白，超快哟。Morning， 我们现在在酒后的那个。巴士在那边，我们等下就要直接进新加坡。我们还不懂头碰尾，我们现在只是到了这个巴士站嘛。我们搭这个 lift 上去就是咯。快速画好障碍啊，然后现在在等着时间到。我们到 Marina Bay 了。我其实这次来新加坡的目的哦，是去看 Pop Mart 加我弄我的牙齿。这里吗？那里面可以。嗨。欢迎来到新加坡。你做不到没？我做不到。Hello。阿吉布布。没有人跟我拍照啊！你要不要跟我拍照？ Wow. 你要不要跟我拍照？哇 ，Q， 好可爱 ！Oh my god， 可爱！开始排队喽，排队喽！只要走掉一下子，走掉一下子吧，我就排到这样，可以可以，我马上回来。分你两只嘛，分，我决定快点到了，你要两只还是买一个？两只？没有啊。两只啊，两只啊 ，OK 可以 ，OK 去 19.8 可以违法，是哦。耶，花了300块，有什么感想？我花了300块，乘以3点，去找签名。排队哦。半个小时多 ，finally， 可是我花20多块去买一杯奶茶，稍微烧奶茶。我只喝到奶。OK， 现在不知道几点了，但是终于我要去弄牙齿了。现在就 on the way 去这，虽然没有讲很黄，因为我昨天还去洗牙，但是。贴了那个牙片，一贴了那个牙贴片就会更好看。嗨，我可以拍你吗？嗨，咦，我来到了这里。我们现在来 consult， 讲解一下。Okay, so these are the common dental problems. Overcrowded or crooked teeth recommend. 可以哟。在伦敦的那一种啊，会 crack 的那种，有什么差别那些？我们做的这个的话呢，这个是 before， 这个是 after。OK， 我们这边的话呢是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这个 composite，
我之前做过。之前做过哈 ，OK。另外一种的话是 personing， 它的区别的话呢，就是 composite 的话，它 last 的时间是3年到5年，而且的话呢，它比较容易就是被颜色沾染。另外一种的话呢，我们有做的是这个 porcelain。 porcelain 的话呢，它可以把 last 的时间是10年到20年。比较起来的话呢， porcelain 的话会比 composite 呢，会比这个普通的 composite 呢，它的质地会更加的坚硬，而且的话呢，它不容易沾染颜色，所以它 last 的时间也会更久。而且它的视觉感的话呢，它会更接近于我们 original 的我们真实的牙齿。所以的话呢，它的这个出来的效果呢，会比一般的要好很多。你是讲 porcelain 这个 porcelain？ 对，这个的话哦，它一 crack 的话，它是 crack 那么碎碎碎碎的，是不是？对，它一 crack 的话呢，它就是好像边边角角它就会有 crack。这个一 crack 的话是整个牙齿那一片掉下来的，然后还可以粘回去的是吗？OK， 这个的话呢，就是它 crack 的几率会很低。说好有一个很认真。我 before 来这边的时候，我其实就有在 KL 的时候，他们已经帮我去 check 过牙齿，然后去帮我照那个 3D scan 一下的，就是已经有那个牙齿的那个模型出来了。所以我这次就是来新加坡的 Pop Mart， 然后就顺便来他们的店这边，然后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做，因为这边才是他们就是有店面的嘛，他们的 KL 的店面还在就是进行中，装修中，所以我就想说来这边体验一下，所以期待等一下出来的效果咯。大家有看到什么不同吗？哇，白哦，在镜头里面看很白哦，但是真正看是比较自然的。哇，我很喜欢，可以看到我笑起来了，就是整个牙齿就很好看，因为人家第一眼就会看到你的牙齿线，所以我一看一笑是不是看到我的牙齿线？哇，我就很喜欢，而且它这个牙齿就是很自然的那种哎，它不会很像我之前做的那个美白牙贴哈，就是整个很假白，然后会爆牙的那种，这个还 OK。你看，哇，白哦！你看 ，OK。我们现在要排队排到最高边。GG 了啊！去的时候很简单，回的时候超难的。有点小夸张啊！我们打票这样塞进去，我们还有这样躲。浅浅的更新一下，我们昨天就半夜一路拉回来到 KL 了，累到我们半死，我们36个小时没有睡觉。你看那个，然后呢，给你们看我牙齿，是不是很白？可是它又不会很假那种白，而且还是你看有纹路，偶尔你能看得到呀。但是还是有我们自己就是天然那种牙齿的纹路的。你现在这样给他们看，他们 feel 不到你，我跟你对比。看到了啊，颗粒啊，我这个是以前我要叫他去做啊，因为以前我有抽这个东西的，所以他很够力，一直白无到。没被建议。就算我现在没有抽这个了，他还是这样跑，所以我也是考虑想要去做。啊，带来去做，我觉得是值得的。不一定要去新加坡做的，在 KL 做也是可以的。只是那时候我只是去到新加坡 Pop Mart， 我就讲说 OK 啦，我顺便去看一下他们的店长的样子，这样子吧。然后他们就不只有做牙齿，有皮肤啊、瘦身那一些的。我就是 M 这牙齿去了，我就很开心。这就是我的整个过程啊。那大家如果说要去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去找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手工蛮不错，而且我全程都在睡觉吧，我一起来把我牙齿就没了。如果刚才原本起来的时候，我是有看到，因为他做比较长，给我在门牙，所以我就有这样修了几次，修到是我满意的那个牙齿，咬过后才 OK， 完全不会痛，完全没有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如果大家呢有要去做这个牙齿的话，它是有两种的，第一种就是我以前做的那种一 crack 就是 crack 那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然后这一个一 crack 的话，它是整片掉下来，但是讲真的，它是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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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ck 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做。那如果大家要去做的话，可以用我的 promo code 会有优惠哦。哇，这么爽！如果大家知道更多详情，也可以直接去到他们的 page 问。拜。